为了回馈台北公车族，现在台北市印制了8000份的怀旧公车月历，只要在9月1号到10月15号这段期间搭乘公车数呢达到30次以上，今天开始就可以上网输入悠游卡的卡号，免费兑换一份怀旧公车月历。一张张的月历轻巧翻过，但是却大有玄机。仔细一看呢，里头全是台北市的怀旧车款，从二次大战后的雪佛兰公车到40年代的牛头公车，个个造型典雅，勾起市民的青春回忆，那么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一般。台北市交通局呢也提醒，如果上网兑换序号呢，得记得在这个星期六以及下个星期六日到公馆慢行徒步区的活动摊位领取怀旧公车月历，一起享受怀旧公车的时光旅行。